想逃离一成不变的现实生活吗？想躲进没有烦恼的幻想国度吗？今天日本学问大要带大家踏上梦幻的 SL 银河号列车，一起进入浪漫才子宫泽贤治的童话世界，还要去日本唯一的米菲兔咖啡厅品尝可爱到舍不得吃的超萌美食。让我们暂时抛开烦恼，来趟童话之旅吧。我也这样觉得，因为我实在太喜欢火车了。这可是超级限定版梦幻的蒸汽火车 SL 银河号。我觉得好像是在童话世界里面一样。没错，它是以宫泽贤治，对，也就是岩手县出生的童话诗人的代表作品《银河铁道之夜》里面的列车所设计出来的。各位有看过宫崎骏的《神隐少女》吧？在那个《神隐少女》里面呢，不是有这个无脸男，还有这个小千，有没有？他们搭乘那个火车的场景啊，其实呢，就是以这个《银河铁道之夜》的发想设计出来的啊。原来如此，那今天我们就要带观众朋友来徜徉在宫泽贤治的童话世界里。哇，太棒了，走吧。这梦幻的 SL 银河号蒸汽火车是岩手县在2014年为了振兴东北地方观光，将昭和生产的蒸汽火车头复原后再次运行，同时将日本家喻户晓的童话诗人宫泽贤治最著名的作品银河铁道之夜融入车厢的设计中。话不多说，赶快上车来一趟银河铁道之旅。哇，好复古哦！哇，这很像电影的场景哎。暗红色的绒布座椅，复古的车厢设计，列车的内装呈现出日本大正到昭和时代的氛围，仿佛穿越时空回到过去。搭乘银河号不仅能欣赏沿途的自然美景，车上还有宫泽贤治的童话作品，可以让乘客自由阅读。各位观众朋友，我们不是在图书馆，也不是在美术馆，我们在 SL 银河号的车厢里哦。对啊，这很多的人呢，在车上呢也会看宫泽贤治的作品。对啊，而且在刚刚列车长还给我们一个礼物，叫做纪念乘车证。看到这张卡片呢，就证明说我们是曾经搭过这个银河号，实在太梦幻了。梦幻的可不只有这样， SL 银河号在每个车厢间还设有与宫泽贤治相关的主题艺廊可以参观。岩手出生的童话诗人宫泽贤治是个热爱音乐艺术和宇宙星象的浪漫作家，不只会写诗绘画，更著作了无数脍炙人口的经典童话，还会写词作曲呢。车厢内挂着的歌词就是由宫泽贤治创作，描写星座的群星之歌。马上有人可以唱他的歌哎，哇，好感动！哇，宫泽贤治果然是深受日本人喜爱的国民作家哎。车上的乘客竟然能立刻哼唱他创作的歌曲，真是太神奇了。列车上不仅有静态的艺廊，还有一个限量的奇幻活动可以参加。其实在这个列车上啊，我们还可以做一个很特别的活动哦。是什么呢？可以观星象。观星象？可是列车上那么多人怎么看呢？就在这个小房间里面啊，观星象。真的？宫泽贤治代表作品《银河铁道之夜》讲述的是主角搭上的列车在宇宙银河间奔驰的奇幻童话故事，所以列车上特别设置了光学式星象仪。哇，没有想到在这个小小的房间里面也能看到这么梦幻的星空，好像真的在童话世界里面一样哦。 SL 银河号的列车上除了有艺廊和星象仪，还有附设贩卖部，可以在这里买限定纪念品哦。这里也有卖宫泽贤治他的书作品，对，而且很多欧米亚给好可爱，都是有写 SL 银河。这个啦，哎，这不错哎，这个看起来像一本书，里面是那个银河号的饼干，你看这样拿着，好香哦，好
好文青博学多闻。我要买这个，这个很好，这个很好。包装看起来像是一本童话书，里面居然是精致的小饼干，这么特别的伴手礼，肯定让人印象深刻。在列车上吃的点心，看着窗外风景，这趟银河铁道之旅也渐渐告一段落。列车缓缓地进入终点站花卷站，没想到还有个惊喜在等着我们呢。到了，哎，你看这边站是什么？这是在宫泽贤治的创作中也有出现过的漏舞，舞者们戴着漏的面具，背上长长的竹饰，敲打太鼓，以雄壮舞姿迎接到站的游客。正当我们准备要离开车站的时候，列车机关室兴致一来，拿着蒸汽火车的燃料煤炭热心地分送给旅客。哇，竟然还有这么特别的离别小礼物，这趟旅程真是处处都是惊奇。 SL 银河号蒸汽火车只有在限定的日子运行，出发前记得一定要先查好时刻表，才能搭上这班梦幻列车哦。L 银河号的终点站花卷就是宫泽贤治的出生地，如果想要更深入认识这位神秘的童话诗人，来这里就对了。不怕雨，不怕风，不怕寒冬与酷暑，拥有强健体魄，无欲无求。我想成为这样的人。没想到建恒搭了趟银河列车，就对宫泽贤治深深着迷了呢。这个就是宫泽贤治的作品《不畏风雨》。对，你知道他的作品还好多，像这个《猫咪事务所》《银河铁道之夜》。对，观众朋友，他完全进入了宫泽贤治的世界里面了。宫泽贤治纪念馆呢？宫泽贤治纪念馆在1982年开馆，至今已经累积超过700万人来参观，是文学迷必来朝圣的地方。就连动画大师宫崎骏都表示，宫泽贤治始终是在前面引导方向的那个人，而他最受到大家喜爱的童话作品，当然就是翻译成多国语言出版的《银河铁道之夜》。これは亡くなった時に3400枚の原稿が残ってたんですけれども、その中で83枚ですね。銀河を走る列車の話が書いてある原稿があったんですね。で、それは賢治さん亡くなる前から9年間ずっと書いては直し書いては直しをして、全く読みづらいですね。でこれが何を書いてあるのかが分かるまでにものすごい時間年数がかかって、で結果的にどうやらジョバンニとカンパネルラという2人の少年が銀河系を汽車に乗って列車に乗って旅する物語。主人公がジョバンニとカンパネルラということで、イタリア語読みなんですね。それから銀河鉄道の夜というお話は、サインをアメリカのコロラド高原あたりにたどり着くというお話なんですけれども、一度も外国に行ったことがないんですが、想像力の力で物語を、ファンタジーです。宫泽贤治在充满战乱和天灾频繁的1896年出生，虽然他出生于富裕家庭，但是那个年代的大环境却十分穷困贫瘠。もともと農家の人たちがいたんですが、ほとんどお米が取れないという凶作が続いていたんです。生まれた時から幼少期ずっとそういう人たちの姿を見てきてですね、この人たちのために何か自分は役に立たないだろう、みんなの幸せを願う道をいろいろ考えながら実践していくという37年間というとても短い生涯です。宫泽贤治对于当时社会的贡献，不只有文学和艺术上的创作，他更钻研农学，也从事开垦农地等工作，努力想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晚年他因为忙碌奔波的生活而病倒，就在病床上写下了大家所熟知的《不怕风雨》这首诗作。
在31大地震之后呢，演员渡边谦呢也朗诵这首诗，安慰非常多的人。那其实呢，有很多的日本人都会背这首诗。那我们可能要请问一下，因为今天在这个地方看到这个，觉得非常的感动。对，当时为什么Kenji さん会想要写这个作品呢？これはKenji さんが亡くなる2年前です。Kenji さんは農民のためにいろんな活動をその時してたんですけれども、体をすっかり壊してしまって、でなんとか持ち直してここの自分の家で病床で手帳に賢治さんの気持ちがそのまま書いてあります。みんなの幸いを願う思いと自分の死ということとの中で祈りや願いが込められているということになります。宫泽贤治关怀世界的思想透过文字传达，不只让大人能从中获得启示，天马行空的想象力也让小朋友沉迷在他的童话世界。馆方会定期举办不同主题的特别展，关于宫泽贤治的珍贵收藏在这里通通找得到。他生前喜爱的大提琴，国际知名音乐家马友友也曾亲手演奏过。只要来到这个纪念馆，就能了解宫泽贤治的生平，体会他为众人幸福不停努力的远大理想。在纪念馆旁有一间餐厅，门口写着非常欢迎肥胖的人或年轻人。如果有读过要求很多的餐馆这篇童话的人，一定会会心一笑。这就是在童话中出现的山猫轩餐厅，店内的料理都是使用在地生产的食材所制作。我们帮你确认好了，店家绝对不会要求很多，也不会把你吃掉，请安心进来用餐吧。